春王正月，公羊传。元年者何？君之始年也。春者何？岁之始也。王者孰谓？谓文王也。何谓先言王而后言正月？王正月也。何言乎王正月？大一统也。公何以不言即位，成公义也？何成乎公之义？公将平国而反之还。何谓反之还？还幼而贵，隐长而卑，其为尊卑也微，国人莫知。隐长又贤，诸大夫攀隐而立之，隐于是焉而辞立，则谓之还之将必得利也。且如还利，则恐诸大夫之不能向右君也，故凡隐之利，谓还利也。隐长又贤，何以不宜立？立嫡以长不以贤，立子以贵不以长。还何以贵？母贵也。母贵则子何以贵？子以母贵，母以子贵。